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周日，武汉育才第二寄宿小学学生张雨农和他的同学迎来了新加坡的小朋友到家做客。If a foreign student comes to your house for a one-day visit, what would you do to make him or her feel happy and appreciated? Well, let's see what Zhang Yunong and her family do to treat An Hui, a girl from the Singapore Anson Primary School. Xia Fei has more. 正在描眉画眼的这位小朋友叫梁安慧，他是新加坡安德森小学五年级的学生，应邀做客武汉育才第二寄宿小学刚读三年级的张雨农家。张雨农的奶奶是位票友，为让远道而来的小朋友感受中国京剧的魅力，他特地请来两位专业化妆师为孩子们装扮花旦、彩蛋和小生，脸上涂满浓浓的油彩，身着色彩明艳的京剧服装，认真地向奶奶学习着手眼身法步，三位小朋友别提多开心。接着他们在张雨农妈妈的带领下学包饺子。安慧说她在新加坡吃过饺子，可从来没包过，动手包饺子觉得很有意思。张雨农说今天和比她大两岁的安慧姐姐在一起，感觉像一家人。我是第一次跟新加坡的小朋友在一起包饺子，而且我这包饺子也学到了很多，怎么样包饺子，该怎么样擀面也学到了很多。张雨农和安慧都是九月份过生日，他们决定今天共同庆祝，画一张手牵手的图画，一同点燃生日的蜡烛，许下各自的心愿，友谊在这一刻照亮了每个人的心。武汉快讯，夏飞李晶报道。